呕吐的声音。哦，现在是被告现在的有试听版本的吗？声音。那我可以现场唱给你听。来哦，来啦！哦，好冷哦，你想动。真的？差点啦！差点了，都没反应。他毫无反应。战友，你怎么没有反应？那一个尴尬，我看到静音。那一幕尴尬，那一幕尴尬。我刚刚觉得很寂寞，为什么你们都不理我？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都是包包叫我们不要理你了。对，一个哇，一个个喜哇，个喜。包包，力啦！我听你解释。我现在解释你，少听那么胡说。跳跳跳跳！刚刚还让我很尴尬。今天欢乐赛九个人，可以三对三对三。九个人，九个人，三对三对三。我们今天可以大挖特挖。哎呦，挖矿打虫虫，遇水稿效率十。哦，这个一摸就不见了吧？保证让大家挖的爽爽的，好不好？好爽！哎呦，物品免烧，所以你挖到铁就直接是铁。哇！挖到黄金直接就是黄金，而且宝宝挖到钻石，它就直接是钻石，不用再烧了。哇！我们来做个很过分的实验，好不好？嘿，怎样？钻石跟我选一个。钻石啊！钻石啊！我以为你做很过分，就把你编掉啊！我不是，我是说做实验，你很坏啊！你以为这个字幕器封锁？我觉得 Bobo 也不错，钻石也不错，但我还是忍痛选了钻石。我们只需要钻石，不需要 Bobo。啊！好难过，好难过。三队就有开金头颅，好，先打起来也不吃亏，好喂，好啊。但是这个开场就说全，所以你要挖也要快，好，要赶快挖挖挖，不可以动作要快，但是挖就稍微小心啊，有时候可能跑出肚子。感谢留言确定，啊，讲错了，完蛋了，完蛋了，讲错讲错。嗯，不要害怕，没有一股惩罚，只是自己会冒出肚鱼而已。好恐怖哦！恐怖死了，太恐怖了！就来随机分队，好，咖啡色组，哪里咖啡色吧？我们这队超强，我去，你应该要 carry 两个，哇，好咖啡哦，走，跟着走，随便走。随便走，好，随便走，看一下，走，好，去阿米狗，阿米狗，我们去死亡区好了，好，我们死掉了，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死掉了 ，Oh my one more sin day 路，开场死亡，开场我们就死亡了，那你？王北北拿泥。等一下，我爱吃鸡腿。好，王北北，等王北北。我真学不像了哎，我真学太多声音学不像了。不是，还好吧？我觉得还行呢。音准跑掉了吗？对对对对对，我想一下哦。哎，其实开场规则都没听到啊，我知道有免烧跟效率石，还有什么？还有金头颅，金头颅。还有新头颅嘛？是好，上可以吃的新day路，新 day 路。哎，等一下，我按错按键了。你赶快下来哦！有，我下来了。啊，你怎么会说你跟钻石选一个啊？这很难选哎。问号。不对，这应该说很难回答哎，这样我们在人心中生存嘛。嗯，你还想活吗？那个情侣条挑战。我听的。二选一。哎，挖超快，挖超快。摸一下就不见了吧？那稿子挖木头吗？没有啊，没有啦，挖石头啦。我要挖石头。我已经可以再往下挖了。你在哪里挖？我们的旁边一点地方。哦，你有旁边一点的地方？没有啊。哦，那是你的 ID 吗？没有，你看，你看，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这里，这里，音乐这里。哦，
这个人开场不拿木头的啦。你啊，我下去了。有队友在打木头啊。哦，哎哎，杜宇，杜宇，杜宇，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像没事。而且你怎么挖成这样子啊？因为我想有杜宇啦。你想有杜宇？你想有杜宇哦？我不喜欢杜宇啦。我前面有一次。哎，等一下，这路。这路怎么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上不来，两格一格，两格一格，不知道怎么挖的，应该挖太快啦，应该是挖太快，挖太快啦。对，繁星，谢谢，帮我下阶梯，好下阶梯，来，我们小朋友下阶梯，来来，小朋友下楼梯。哎，等一下我下去会不会摔伤啊？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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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先帮你走过了，我已经帮你走过了。哦，旁边旁边有煤炭，旁边有煤炭 ，no 铁 no 铁没有铁。其实如果挖这么快，我们可以直接在地底下，就算缩圈也不用理它、欸。对啊，不会有限高限地吧？对，我把杜宇包起来，包水饺。完了，包水饺。你忘了王北北声音怎么变了？那我学一个，你看像不像？来，不像。好，好，好。哎、欸、哎、欸，你这个三格高了啦！你在干什么？是故意的啦！你害我受伤了。下面有一只杜鱼。我觉得巧克力他们也是这样子玩的、欸，玩到摔伤的、欸。哎、欸，有点僵，太高了，我们有点太低了。我可以稍微高。十一层吗？十一层就好了啦。对啊，正前方有我们的左边，繁星的左边有岩浆。嗯，我知道。啊！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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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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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杜宇杜宇，等一下，我们先解决杜宇。我捉剑，我捉剑，我捉剑。有，这个左边这边有洞，然后有铁，可是有一只枯弓。等一下，我们现在有盾牌 ？No， 没有，没。哎，鼠标，你太胖了，你在干啥？我需要光明，我需要光明，我现在很黑。我啊，怎么又来了？你怎么受伤了？没有，我去偷挖一个铁，我去偷挖一个铁，我去偷挖一个。有，我挖到铁了，我们有盾牌了，一个铁哦。对，我只先挖一个铁，不然你快数了。没事，你快数翘翘了。没事。我有铁了，我有好多铁，这边好多铁，很多铁，我没有木头。你看吧。你再不带木头啊？啊！喝生它。来，谢谢、欸、谢谢什么？你要什么？谢谢允爸跟没有是公司啊？我以为你要借我木头，你要几个？来，给你。哎、欸，我听到僵尸声，你是不想要、啊？我又被你吸回去了，你是不想？你真的是不想要、欸？哎，等一下，我在合东西。好，等你，我在你面前。欸，我就在看着你看。我已经全套铁装了，谢谢。好快、哦，太快了！刚那一批刚刚好哎、欸。这里好危险啊！这都是岩浆。哦，雨嗨雨月，这都是岩浆，小心。好。哦，钻石！哦，钻石了，是呀是呀，黄金。四颗的样子，看我们有钻石了，你会讲干呢？哇，是钻石，我们现在已经有钻石了，耶、yeah! ！怎么了？音乐怎么了？你那声音不像。我就想学一下嘛。我的铁都掉进岩浆里了。低能哦。王北北的铁都掉进岩浆里。啊！王北北的去路都被历史挡住了。我突然逐渐越来越不像王北北话。这里好像只是我们现在有钻石哦。是啊。好一波波哎！我觉得我们就先随便乱挖，先把装备挖满吧。对啊，好啊，我挖到钻石了。哦，
哇哇，我有钻石了！哇，是第一门诶，大门，第一门！哇，是第一门诶！哇哇，是第一门耶！我可以打了队友吗？来，我给你挑一个打，快点！哇，这个好哇，好爽哦！等下挖挖会不会掉进岩浆里、啊？会。有他们，哎哎哎，杜鱼杜鱼，救命救命救命！打他！没有见我，没有在哪？你在哪？有有有有有！哎，开始缩圈了，开始缩圈了！哦，我们这边是那个、哦，我们还是安全区。你那边是安全区，我这边不是。我这边是。哦，你要过吗？啊啊！就杜鱼杜鱼杜鱼。杜鱼，你做一个斧头什么的打他！我看到杜鱼烧死，天哪、啊，我好残忍哦！他等一下我铁不够，你是做一个石，做一个把石斧嘛？我要 ，I want the iron iron iron。你们在哪里？我们在旁边，就在这边、哎，我们就在这。哎呦！有鱼骨惩罚吗？没有，没有，挖起来，挖起来就对了。好的。哎、欸，边境来喽，边境来喽。没事，安全区啊。这里安全区啊。对啊，你在担心什么？我们只担心没有木头而已啊。哎呦，我都举盾了，你还咬我？哎、欸，我青金石了，挖到青金石了。你没皮革，你要青金石干嘛？我们不能附魔啊。对啊。我们可以坦射。很棒，哎、欸。我想找繁星。给你好了，工作台。给我。给你啊。给我钻石。对啊，给你。我钻石干嘛？你是呆木。我们在哪里？你看 ID 啊。就在旁边而已啊。哦，我看到了。我刚好没有。刚好那边我们原本来的路已经被堵起来了。那一人一把钻石剑喽。好耶，对呢。耶，何瑞。Ray、我还有十颗 diamond， 我有十颗 diamond。木鱼，你后面有杜鱼，你后面有杜鱼、啊！我天哪，你把杜鱼带过来啊，队友！我剩两滴血了，血！我的天哪！你，我好棒啊！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们有金头颅嘛？我们要直接打贡献的吗？哦，不是，不是吃队友的头，我是误会了。哎、欸，杜鱼，你怎么那么多杜鱼啊？为什么你的杜鱼是来咬我啊？杜鱼好硬哦！哎、欸，钻石！啊，云月你怎么？我来了，云月举好盾！这不是我的杜鱼，那是你的杜鱼了，这个就是你的杜鱼了。这是不是我的？我刚刚在挖铁，它是铁杜鱼哦。哎、欸，我搞知道挖爆你。可以搞哦、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我前面有一大岩浆，有岩浆哦。捞岩浆，捞岩浆。好。饱了。好，捞岩浆，捞岩浆。怎么样？哇，前面这里也是岩浆区。他们用钻石包覆自己了，我有九颗，我还有九颗，哇，酱油，天眼冰哎，酱油，啊，这么，他们有天眼冰哎，他们这是不是在拿那个啊金头颅啊？可能酱油是自习的，应该不是吧？是迪叔吧？不、啊、是迪叔啦，对，看错人了哦，酱油是不是也受伤？我这里还有一些钻石，还有六颗。哦，完了，这个完了，我们要金头颅可以吃了。金头颅，你请死，不要死在岩浆里。我在右边。你怎么那么脆弱啊，金头颅？我已经改名叫金头颅了吗？靠，杜鱼怎么那么硬啊？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死一死好了，你们意下如何？意下，没闻过啦。你，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牺牲奉献，挖到我身上还有九颗。他们养狗狗哎、欸，你至少物尽其用吧。
哎、欸，你举好盾，你举好盾，有有有。啊！怎么突然跳一边的看你啊？哦，我砍他，他不看我。那、啊、所以波波，你还没装备哦？他、啊、没有啊，你是没挖，你是没有做还是没挖到啊？没挖到。你过来。我看好像我听到其他的挖的声音、嗯。哦，真假的？听错吗？可能是听错。嗯。没有铁。没有铁了。铁铁，我这里还有，剩完不多。我就剩一滴血。你可能隔挡刚好一滴的那个啊，杜宇伤害。啊，刚刚好全套铁装。你们没有人要换那个钻、啊、钻、嗯、石装、啊？我这里有六颗钻石啦，看怎样。我有九颗。我圈外了。180931，隔壁。怎么了？我在看位置。这里。九三是往这边嘞、欸，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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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里对。把我走，苦力怕，可以崩。哦，有点多怪，对啊，我挖的，那是轻松生存地下室啊。93，我们过啦。哦，我去的，还是用铁。等一下，这里像是剩下最后最小圈的啊，是的、欸、我们在往上了、啊、我们该往上了吧，应该有限高限低吧，应该会有，这里在我这边就安全区了，对啊，可是往上好啊，哦上不有爆炸声音哦，有爆炸声音哦。等一下再挖，你再挖到乌兔蹦在我后面，我会笑。我跟你讲，我会哈啊啊啊！王北北笑声，哈哈哈哈哈！来来，那边是边界外，啊，算了，不管了，往这边上去。我听到洞穴声。抱歉，今天不行。有水的声音。嗯。外面是洞窟。好，绕一圈上去吧。啾啾啾啾啾啾我。多高？我说三十一滴到底是什么鬼？一滴极限生存啊！真是卡口，你知道树长出来，或是你吃到历史都会死哎、欸。对，直接被啪，或者是被仙人掌吃到一下，吃仙人掌。嗯，并没被树打过。练完乐曲系，总共有三个被树打死过。我看你把树当作塑胶哦。哎呦，嗯，我们有这么深哦？有啊，真的。深坑臭豆腐，65层，还有五分钟，没关系，没关系。675，大家那么惨。还好吧，巧克力他们还好啊。也是啊，我觉得我们的血都很平均啊。你拉低我的平均值，你知道吗？对，我知道。刚有齿的声音是不是？对，有右边岩浆交齐的声音。对，正上方哎、欸。我们上面。对，我们正上方。哇，怎么办？没有水。6362，再一格。我们要再溜溜，他们在我们头上。草地长出来了。我们现在在边边，嗯，但是不上去不行。他们在我们头上。上现在是晚上吧？听那么多，我听
听到除草的声音。对，这边草已经长出来了，所以我们离地表很近哦。嗯，我们差一格而已，地表这样会长下来，应该是差一格到两格而已。可是我们不上去也不行。嗯，走哪边？左边，走右边。走靠！哦，哎呦，现在是晚上啊，出去会死哎、欸。对啊，我看一下，左边很多怪的。有在吃，他们在吃东西，他们吃东西。食物有食物，好像是巧克力他们呢、欸，会不会有人打嗝？我吃很饱哦。对，打嗝的声音，听是打嗝的声音，在我们头上，在我们正头上，好恐怖哦，恐怖死了！故意这样子，再换一直换，吵死了，吵死了，嗯。我们下雨了，我们下雨了，要打雷了，要打雷了，要变成高压苦力怕了。他们挖下来，他们挖下来了。另外一队在挖，另外一队在挖，好可怕、啊！我现在好想放开 shift 哦，我想打开音效，现在好小声。打开音效。有另外一队在挖，另外一队在挖。有，好像在左边。左边对。我们现在是什么神奇挑战赛啊？哇，心跳好快哦，真的很尴尬，还差一格啊，不然会受伤的、啊。是不是快要那个了？挖了啦，挖了，不行，在、啊、这上面一个可以，上面可以，这个一个安全。哎，需要跳。再一个不行，再一个是草。你怎么知道？你挖听挖的声音。哦，真的耶，挖挖那可是要先。那这边可以啊，六三六三以上啊，六五呢？六五吗？六五六五是六五，是很尴尬啊。是六五，我只要读一下我就死掉了。读一下啪，对啪。边界，哇，好恐怖！边、啊、界，这应该不会死啦，边界应该就不会了吧？边界不会再说，边界不会再说了。右边有僵尸，好可怕哦！啊，我们现在高度多少？六三，差两个。六四，用趴的行不行啊？我刚刚就想做地板门，可是我剩三个。我也没有木头了，我也木头了。我还有。草长下来了，云烟露出来了。我们趴的往前行吗？地板门的话，这里。要放上面一个哦，然后呢？这样子，那往前挖。跳得上去吗？不行，这样我就站起来了、啊。等等等等，哈哈哈哈哈！这样 ID 吗？这样没有好。我到底在干嘛、啊？哎、欸，我们这样挖地洞，然后出去点一下、欸欸、木头哎、欸，要挖吗？没有，我先放起来。好好，来，你快一点。六啊啊！小心！我死掉了！我真的赌一下就死。喵哈残血，喵哈残血。哦，这岩浆可以哦。啊！可恶，我们消灭他的书。啊啊！哈啊！哎呀呀！阿屯能那么大？哎呀，羽绒，羽绒等你。羽绒啊！哎，不会吧？不会吧？吃到苹果了？我被狗咬了。他吃到苹果了。他吃到苹果了。哎呀！我真的是啪一下就死掉了。现在应该拿你的苹果来吃的。对。好吧，上去吧。上去。不要在那边跪超久。
因为旁边有水，我放这里岩浆瞬间不见，不然那刚那个烧到的话，应该应该就直接结束了。有啊，我烫到他很久了。哇！我的喵喵躺赢耶！我不知道我的队友做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队友在干嘛。哎，我好歹还跟在你后面啊，喵喵是直接去探险的。我整个哇，这里有狐狸耶！哇，这里有莓果耶！哇，这里有村庄耶！我要出去看一下。哎，刚刚最后团团他进来超危险，我这还好有拿到一颗金头颅，赶快吃。对，在挑，看准你们打完马上冲下去，吓死了！躺赢，躺赢。那黎叔怎么死了呢？我就想说，我要给大家钻石，因为他们都觉得我是间谍，我就跑回去，他们说：“哎，我不在那喽。”然后结果我就爆了。被夹你挖比较快啊？你怎么会？没有，我跟你讲，我要逃命的时候，一堆历史，我的四面八方全部都是历史，直接哭出哇！我原本还想说你是被岩浆海给包围，是不是？更衰。哎呀，黎叔。我知道你要给他们两人极乐世界，对不对？我懂。对。你要跟波波同队他们，跟波波同队想要同队伤害可以吗？大富豪家，哇！黎叔十一颗钻，哇但其实又没用到，所以你的钻石等于是没了。对，就挖几颗而已啊！我这挖了四颗，就是。嗯，哎、欸，你这挖超广的，完全没挖到哎、欸。我也是，我是在挖去那个中心的时候挖到了。嗯，超夸张的啦。然后我的那个稿子快要挖爆，然后我就跟酱油换了一下，哎，几乎变全新的了耶！都没挖，有啦，姑且还是有，稍微少十分之一左右。五百，等下为什么有九十四更废？我都在地表挖铁矿，然后我就在走啦，我就去中间了。所以我挖的还算多吗？有比你更废的。哎、欸，等一下，酱油，你挖的比我还少哎、欸！听我说，我后面跟他换稿以后，他那个稿是呈现红色，好像随时会烂掉，我都不敢挖。我不听，我不听，我解释。哎，加不耐久嘛？我觉得那个好宝藏好像有点快用了。哎，我已经挖到爆了，但其实已经挖了很多了，不够多，真的超挖很多了。那你们大部分的血量也都是被杜宇给弄吗？杜宇好硬哦，杜宇很硬，怕爆。虽然我一开始血量是被巧克力用的，我只是把你往下挖，那怎么知道杜宇也在那里？啊，好，波波的血量都被杜宇咬的哎、欸。对啊，没有，我前面是两件枯工，我要去挖个铁柱。哦，对哦，两件式枯工。哦，真的是杜宇一出来就会吓掉我一格血。对，我觉得这耐久就是这样，就是告诉大家那个队友也要挖，刚刚真的是有那个一百不到嘛啊，但最后谁就五百嘛，八百嘛。你要想啊，我们不挖就是为了要让你有机会换稿，懂意思吗？哦，用心良苦，用心良苦，工具箱，以备不时之需。我只是忍住不挖，我的手超痛苦。屁话一堆，哎呦，再来挖起来！啊，杜宇，杜宇当然要开啊！哇，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其实你挖到杜宇，就把那杜宇挖一个洞，让他再下来，埋起来。反正挖超快，然后看你队友没有把你挖下去，有没有？来下去打。对啊，刚刚喵他都把我挖下去。哇塞，讲的好像是我挖的。对啊，你都不知道刚刚我们这里战况激烈，我一直看到他们在互挖互挖地板。没有吧？我没有挖吧？我有挖吗？来啦，随机副队，随机副队哦，这有团团耶。哇！我竟然等着自由了，他想要的自由了。关于团团的伤害的部分，你可以只开那个团团跟波波就好吗？没有，只开那个团那个波波有没有？开波波，只有波波会被打。你这样想想，他们在 PK， 我还可以实况转播哎。好哦，太难过了，各班当 C， 好。好，好，你们去死亡区。
房间太少了吧？对啊，三间刚刚好。玩不是玩就是死，玩与死。现在看你穿，我觉得你可以换长袖那一件。很冷呢、欸，我很想换。对啊，好冷哦、喔。对啊，真的假的、喔？现在边玩有一个长袖的那个。我刚是边玩边在抖哎、欸，没有木头。我想木头好远哦、喔，我要干嘛？好远哦、喔。我觉得走一走就直接遇到别队了吧。喂、嗯，好像是。我刚刚有看到牛啊，有很多猪跟羊。累啊。嗯啊，这礼拜六 CWT 想还是要弄一点东西。啊、对呢。然后我昨天去《鬼灭》第四刷，我到现在还没看呢、欸。Wow, 真的假的？我已经四刷了。哎、欸，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繁星抓出来，然后再 A 你的特点。特点？他就是那个有好像是从这礼拜六开始是那个有三张卡片，然后再换一周又是另外三张卡片。嗯、然后1月1号、2号、3号是。也是另外一种卡片，反正他就是木棉花真的很会。不是啊、因为他这个礼拜六的卡片讨厌在是三抽一，不能挑。哦哦，你今天拍的那个鬼灭就是去试刷的哦。嗯，我今天有拍东西吗？我怎么记得你有拍个鬼灭之刃还是什么的？还是吃藏寿司吗？还是什么？哦，藏寿司的那是昨天我去吃那个藏寿司转那个转蛋。哦。对啊，没办法，没人找我看电影，真的是没动力看啊。可是你那边感觉你会哪边会比较方便啊？淡水有，只是啊，淡水有新的影城，对啊，没事啊，顶多有的话寄给你嘛，或拿给你啊。耶、yeah. 欸，嗯，这个变箭怎么的？我想说挖树挖到一半，怎么红红的？你们在哪里？我迷路了。你继续找，继续找。对对对，过河。刚刚迪叔在那边挖。铁要烧哎、欸。铁要烧。嗯。哭啊！刚刚不是不用烧哦，所以拿掉了。他没有设定好吧？哦。因为以往很少在开免烧的。对啊，我刚刚也想说，嗯，这次竟然不用烧，现在又烧又要烧了。苦力趴在水里啊！谁打我？谁打你？欸、我受伤了，可是这里没东西啊，是猪咬我吗？猪咬你、啊啊？那里有一只渡鱼啊，我看到了，白痴，谁家渡鱼？哪里啊？我听到声音了。那个河边下面那个猪的脚附近，白痴，它在悬崖上，我想说我被猪咬了。对啊，迪叔你，嗯，好。我没有咬，不是啦，而且我不是猪，不是靠。好，我怎么了？没有，我是说迪叔，你小心，我们刚刚那边有苦力怕了。我说，你们有要下来吗？要啊，要啊，要啊。阿喵，你在哪里？我在上面做个斧头。嗯，走吧。好，你们在、哦、OK， 好，这边安全嘛？哎，迪叔，你是河边直接往下挖，对不对？对啊 ，OK， 就你刚刚待那边，哇，那有一只苦力怕，它的附近有一只苦力怕，也太多了吧？有找到吗？我捡到一个墨囊，应该是这个吧。我找到你的洞，但是苦力怕好像很想进来。没事啊，哦、我的天，没有，真的哦，嗯，背对看着他，哎、欸，安全区外了，安全区外84、87，这是骂人、啊，87。哎、欸，我迪叔，我把你的挖起来了。好。所以是要往左边走吗？左边，对。左后方，左后方，然后再往左后，再往左边。
你刚才讲左后的时候，我一直在转圈嘛。我你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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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哎，怎样？怎么了？我们是蓝色的哈。哦，好，那个迪叔啊，那个迪叔，你不要挖头上，你头上会有一只肚鱼掉下去。哇哦！哇哦！啊，我好不会找中心哦。你就看坐标啊，然后左右右扭看哪边数字加或减啊。好。你吗？啊，烧！等一下，我来烧一个。烧烧烧！咖啡。我刚才想说，唱完以后我在想它是什么。Mr. Brown。Mr. Brown。啊，我要做铲子，免得又有人被历史咬死。哦，倒是没有，刚刚没有想到铲子。刚底是不是？好丢脸哦！哦，哎，我到11层了，好多青金石啊！哦，有金，哎呦，岩浆哦！哇，嗯，我看一下，我们这里离中心哦，我怕我的那个熔炉被烧掉，自己走。往前。八四八七。繁星，是你那边往前是安全区吗？没有没有没有，好不安啊。哦，好吧。你这个不会看。哪边直直？你这边？哇，先看一下。八七，对啊。那我把这个熔炉移过去好了，这边安全了。哇，我真会找啊！走错路了。你走错了？嗯。对吧？对吧？跳不上去，怎么会？我到底挖到多少的绿宝石啊？哦，边界，我都。嗯。哇。哦，听到受伤。你够了哦。怎么了？我在被边界追，等一下哦。不是八四八七吗？怎么越挖越远？对啊，这坐标是怪怪的。哎，我到八九二七，它才变成绿的耶，为什么会这样啊？两个都绿的，对啊，怎么会这样？误报哦，负八七啦，白痴哦。啊，难怪啊，难怪我就觉得奇怪，怎么越走越诡异啊？欸、才刚爆了哭、哎呦哎呦哎呦欸、哭啊哭啊嗨嗨我来不及烧啊真的我现在这边是有烧好八个啦那是多少负一三六四一负一三六往这边负一三六继续哦哟，挖到了！啊，繁星，你把你身上铁给我，我在后面烧。
就是煤炭不够啊。真的吗？等一下哦，这附近应该可以找得到。我刚看到鼻子。哦呦，那是你吗？不是我。不是你哦。你们看到 ID 不见了。有。有出来了。对，那是你。啊，是我啊。快点，是你。我在等工作台。有啊有啊。等一下，我这里是红红。啊，我白痴。哦，别急。那你用挖的挖的挖的。工作台我有。这个给你。有什么？为什么给我？给你啊。为什么给我啊？因为我怕我死。哦，刚刚超紧急的拿铁，应该都有拿到吧？哎，那边有红队的哎。啊，真假的？这边这个方向。不用理他，我们现在跟你不一样。好可怕哦！红队是。哎，你后面。那我啦。哦，好。我一直很努力的朝你们的 ID 前进。你为什么每次都乱吓人？被自己人吓到。对啊。哎呦喂啊！哦，你们已经有。哎，那这样的话，那我先做我自己的装还是？好啊，好啊。他们都遇到了耶，红队跟黄队。哦。他们很近耶。对，我还没做盾。对。我总觉得边界到了是不是？哦，对对对，啊、对对对，啊，完了，我们的东西来不及拿，对，那铁好可惜哦。我掉下去了，小心小心。哦，原来调边界这么刺激啊！我刚刚上一场真的在上面玩的太安逸。那前面有人呢。哦，到了。哎，放心了。我刚刚还在想说在逃边界没有反应过来。哎、欸，哦，他们隔绿色就在隔壁看而已，好、啊哦，好近哦。咻！不是这场也逃得太累了吧？天啊！这场整个就是哦，还在气、啊，还在烧个铁就，怎么来了？他不要钻石砖哦，嫌弃。啊！传说中只要拿到了喵哈穿过的装备。哦，这边刚好可以看一个横向的打架。横架！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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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装备，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啊？直接来！哎、欸，等一下，他们连铁都没有，他们来不及烧。事情啊！他们应该是来不及烧。我也觉得是哎、欸。那、啊、巧克力在干嘛？巧克力泡岩浆哦，没事。走吧，好走。你们好惨哦、喔！我们曾经努力过。你们没有铁哦、喔，还是来不及烧？我们来不及烧、啊，我们刚刚也是啊。我们正在烧，边界就来了。没有，因为我们刚刚有花很大一部分时间，我等于他们是只有两个人。因为我被输入法 gank， 我一直在想办法让自己不要掉到岩浆池，就差一格距离就掉下岩浆，感觉很有趣，就要被压死了。巧克力，巧克力，他们两个打天下，我什么都没玩到啊，三三，我一开始就跟他们分开，然后听他们在说遇到打怪，我说、哦、我要去啊，打完了，边缘人，等我啊，打完了，哎呦，天哪，
刚刚一代二，现在二代一。代表你刚刚一代二要让你休息啊？对啊，你那个 CD 时间嘛，CD 时间。CD 时间。对啊。休息的很够，很饱。完全没有人去体验。哎、欸，杀人数真的只有允月跟哈奇，他们两个而已，他们两个。我差点被你们揍掉，是允月救了我。就因为我刚刚站到你前面，然后繁星先打我。不是，我们刚刚是铁东西来不及烧，马上被急死了。我们只是逃过来就，就遇到你们了。对，哦，回头看到繁星已经挖开了，嗨，你好。哎，怎么是阿纪？然后想说他跑掉了，阿纪啦，我就跑掉了，看到我前面喵哈耶，啪啪啪啪啪。阿纪，你一千五，我刚刚还在爆了吧？碰东西，爆了，爆了，已经是那个垫底了，垫底我就没有挖了。我就想说因为我那时候听到他们很远，可是我也是很见底，想说啊晚一点再去。就没有了，就没有然后了。就更没有游戏了。就解释了。我太烦了，师傅，我就说我们俩加起来都没波波多。你们都没挖欸，偷偷你两场没挖欸。没有没有，波波在前面挖，然后挖路，然后我在后面插火把。我跟在后面挖煤炭啊，那边有没了。我们都是挖绿宝石，哎、欸，挖开了绿宝石、啊，哎、欸，我们绿宝石就要碰到快，应该有快要十个母矿，我觉得超扯的、欸。我们就缺一个村民而已，你懂吗？对，村民我们就可以换。对啊，如果弟弟有村民吼。没有没有。为什么弟弟没有村民啊？好奇怪、啊。对啊，为什么弟弟没有村民啊？当时村民啊，因为都是妹妹。女儿村的概念吗？嗯，烦。干嘛？叫我？你叫屁啊？是你叫的啦、啊，哈。烦是你叫的、啊。嗯、啊、嗯、啊。有。告他。告他。哇，直接有。好牛。有。好牛。有。有。好牛。有。好牛。完蛋了，每次看到这种岛屿就很不好了。真的，刚挖那么久，可以休息啦，好不好？这场不用挖了，不挖了，要开始跌了吗？这个天气游泳有一点冷呢、欸。对啊，不会啊，冬泳啊，强身健体。好冷啊！我觉得我会先感冒再说。我要穿外套了，我要穿外套了。老师，我那个来，我不能游泳。那没关系啊，等一下就让这个水变成红色也 OK 啊。对啊，沿江海嘛，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中心点就在这个岛屿，这样就不怕了。好好好，那中心有无敌吗？什么无敌？中心无敌？中心无敌的话就不用怕了，就不会怕了，对啊。在中心都无敌啊！啊，下一次会考量。懒得你敷衍。没有、啊，说真的，中心那个三乘三是无敌一点，然后进去的不会受伤，然后你就要把人家打出去去打架。哦，有没有很有趣，对不对？很有趣，对不对？对不对？我用那种哦，好，下次可以来一趟，用游起来。这个基本上在中心就一定尬起来了。嗯。有开那个好不好？免烧，让大家有空挖也是可以，但没有稿子。对，你要挖就潜下海去挖吧。哦，那原木会变成木炭吗？你可以烧，随机分队。哎哎哎，可以收，加油！像这种场有没有一定一开始就会打起来嘛，对不对？那我们对上海的牌，哎，才开，我大问号，怎样？这样子比较精彩啊！哦，有，对啊，刚刚主轴是挖啊，这一次主轴就可以同队伤害啦，就可以打，就是打，各分东西，拜托，好，我们要下去吗？开拳。剪刀石头好，你输了，杰米咬你输了，你输了。我们是谁？哦，这。
欸、看我煮到什么直接下接下去他放弃挣扎、欸、然后这边有师傅啊、太爽了太爽了叮叮叮叮叮播放音乐蛤不是 你会额外再放音乐不右下角不是有播放音接合啊啊啊啊啊啊、哦、我还怎么还是那个是嘎嘎嘎的声音我看到了云月他们在对岸好快、哦、只要不要再同岸就好这样要怎么炸就做一个斧头就上了嗯我做工作台好我在我没有我刚吃药我没有很饱我很饱我超饱哇你吃什么没有啦今天就去吃我家牛排哦好久没听到这个、哦、他们家他们楼下就是 啊对 啊对哦你们那边就是楼下哦楼下就是那可是我听我没有那个可是我听某黑实况主说那不好吃真的还好他真的是普普通就是说他那一家特别就特别对就是之前吃的其他家是真的都不错啦啊就不知道什么那一家就真的普普而且可以最近狂去吃隔壁的长寿司啊那鬼灭转蛋长寿司吗哎、欸、我觉得他现在应该人会太多我不太超可怕我跟你讲我是礼拜一中午去那时候我从来 我吃长寿司吃很多次我从来没有看过连续空盘你知道吗几乎没有那个转盘上几乎没有东西耶超夸张拿对啊我们而且我们那个礼拜四是四个人去我们吃了45盘然后转两颗哦，吃45盘装两颗，哎、欸，那这样其实四五抽一啦，差不多。你不是两颗吗？45两颗其实很划算的、欸，因为正常来说应该是25颗会一个。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第一个是31吧，然后第二个是41。哦，就它的几率真的差不多就是4颗，四转到五转抽出一颗这样子。对啊，差不多。好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找矿了。好哦，不是找人哦，找人也是可以啊。可是有免烧不挖一下吗？感觉有免烧啊，有啊有啊，这场有免烧，他说你可以直接。啊、对、哦、好像有哦。啊，还不挖一下？我跟你们走。不过我藏寿司的转蛋，我觉得我已经毕业了。好，因为我喜欢的角色没有出。哦，你不是很喜欢那反派吗？我有看到你贴那个图。对呀、啊。所以我那个藏寿司我拿了、哦、我拿到岩梦了然后可以不用去吃等你挖我没有都没有贴都没有贴他有开渡鱼吗有啊好像有啊有所以你要小心看一下这一粒、欸、我也太衰了吧好歹给一个碳啊欸、都没有哎、欸哦，好大的洞、嗯！那可以慢慢挖下去。哇、哦，峡谷、欸！是峡谷啦，我看到僵尸了，是不是？那个对，僵尸。嗯。要怎么进行呢？嘿，嘿什么？你跳过去是不是？你可以那个没有信仰之跳。不行啊，那下面有僵尸、欸。这个峡谷不是普通的穹哎、欸！天哪，你竟然好，你竟然这样子放，这里超烂哎、欸，好烂的峡谷哦！玩麦块没有看过这么烂的，我是有看过更烂、哦。我看到铁了，我看到铁了，我看到铁了。嘿，嘣！有吗？僵尸啊！等一下啦！啊，这那另外一边有铁，我看到了。哦，这好考验我的技术哦。真的呢，不要哭功，不要哭功，这里好黑。小彤，我来喽，接住我，来，喂，有了，有苦力派耶！还有要求哦，这多少？25。你僵尸拿铁剑呢？对啊，那个被砍一下没装，真的是会死掉的那种，直接超度。你们要盾牌吗？我帮你做。好啊。好，除非你想要喵他帮你做。嘿。为什么保持的长？在哪里？哈记没事啊，他在这里啊。哈记没有，你说哈记在哪里？他说反星在哪里？我丢盾牌过去给你了。哇哇，
河运用水流，这是河运。两颗、三颗、四颗、五颗。OK， 啊，掉下去了。我在上面挖了。哎，对，哎，你那个方向，如果你打赢僵尸的话，下面还有两颗铁可以挖。打赢僵尸，来来来，我来讨伐僵尸。讨伐讨伐，哎，他们打起来嘞，哎哎。哦，我们还在安逸的，我们还在这边悠哉挖矿。对啊，而且我们这个是水地形，哎哎哎，刺穿师，哇哇，他们是在楼上，三叉戟耶，完了，坏僵尸，坏坏了，坏坏僵尸，你坏坏。我觉得我的画面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什么啊？因为之前那个什么，跟别人录影，然后那个比较暗的模组吧，然后当时调了一个东西，就是我的动，不是，他直接让我去设定一个东西，所以我不管到哪里都是亮的。哦，对啊，就是伽马值啊，对啊。哦，那就是这是伽马值吗？就是对啊，我记得没错的话，没事啦，你就那没怎样，再调回来就好。对啊，不是，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调回来。那个要事后再跟你讲哦，因为那个要重开游戏。嗯，对啊，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是到一个记事本去调的啊。对，哦，你我要往上挖，然后可能脚下会被挖开。我在你另外一边。团团熊猫也在哪？啊，我已经往上挖了。啊，摔到了啊！还要回去找你。你是下来接我？你好体贴哦，师傅。你还我还扣血，我的天！哇！我要做盾，竟然不够。没有，我这里有盾牌啦。哦，你对哦，对吼对吼。师傅，你小心师傅。为什么我刚刚会掉下去啊？问号。我想说你好体贴啊，自己下来接我。感动。就其实是个误会嘛。哎、欸，我这里还有五块铁，你们谁要用？嗯等一下哦，瞄他接住这里。五块铁哦，那加这边六块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铁剑啊。送你。我丢到了。然后下面了吗？好像给繁星的这样子。对啊，应该是被繁星吸走了。好、哦、来，然后我有点想去挖看那边的铁，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刚刚、欸、我们现在在边界中心吗？他不是，他好像是剑说哎，我看不到那个。对，看不到那个安不安全的。对啊，会不会爆炸？来发铁剑，发铁剑。等一下，我先去挖那个铁，那看起来好吸引人哦。好，阿姆刚刚是怎么下来的？走这里吗？哎、欸，这峡谷好大哦！你回头一下，喵哈。嘿，哎、欸、我先往上走看看哦。好, 好，我陪你。好 ，Go Go Go！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哈哈哈。嗨，哎、欸，有苹果哎、欸，耶、yeah ！苹果，没有金，没有黄金，没有用。算了，不挖了，这个铁一挖就人就会掉下去。怎么了？嗯，没有在看他们在哪，他们刚刚会在哪边打架？哦，我看到迪叔他们在那里。走啊！啊，等我一下，我去找你们，我来。就剩各一了、欸，哎，各一那就冲啦，掉他。切！你要不要铁斧啊？我跟你换、啊。我也是铁斧啊。哦，好好好，我已经是铁斧。哎、欸，你们是在哪一栋？你一往回走，你会看到一个什么火把吗？对，有看到。对对对对对。我把剑放到身边。现在没有显示 ID 啊，不用蹲啊。哦，对哦，我还在那边蹲。短腰，短腰，我还有一块铁。啊、你的盾牌嘞？你的盾牌怎么没放啊？哎、欸，原来我们就在中心坐标哦。啊？我们就在中心岛哎、欸。哦，我们这么猛啊、哦！哇，开局送魔关羽。你整个在中心。活得很安全。哇，我们还在那边担心说会不会怎样？对呀、啊，有了，我来了，我们一起去打人。他們打人哦！哎，他们不在这吗？哎，这个很可疑耶。对啊，我们就先在地表晃晃看他们在哪里好了。哦，莫非是铁镐？哦，铁镐，他在底下，巧克力在底下了。迪叔是也在底下吗？刚刚迪叔也在这里啊？有可能呢、欸，因为毕竟晚上这里蛮危险的嘛。这里也太多船了吧他们刚刚在那边打架哎、欸欸、有掉一些东西耶，可是看起来好像还好，不太想捡，都普普通通的啦。我觉得我们就走那个奇怪的那个，哦，要晚上咯，我们去走他那个吧，奇怪的洞吧。好，所以是你们猜是迪珠还是巧克力呢？我猜是巧克力。
哇，我也要拆巧克力。这边读起来是什么意思啊？他有搞不好假的吧？是吗？对啊，感觉是假的耶。这个如果是自己赌的话，也赌得太密实了吧？这应该不是哦。对啊，这感觉不是耶。哇，可惜了，还钻石了。对啊，他已经挖到钻石嘞。哎、欸，我把上面读起来，我怕那个有书怪物吗？书外面金头颅。我刚刚没有看到，我只有看到一堆装备。我去看看。嗯，你小心等等。好，被大自然吃掉了。哇！你看到它消失的瞬间、啊、没有？看到它什么都没有。眼睛好好哦，好哦，有碳了，太好了，我的眼睛快崩溃了，太暗了。嘿，耶，重见光明，耶。哎呀呀！哎呀呀！总觉得挖到那两个人好像好难挖啊！我也觉得，他们这感觉都很在正下面，没办法，就挖吧。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把我杀了，然后我去看他。不要啦，倒也是我死吧。想躺，努力挖，挖起来。哇，现在这边很亮。嗯。哇，已经挖的钻石量可以包覆它哎，好扯哦。啊，对哦，因为他们可以，他们有天眼兵可以帮忙看啊，钻石的位置。哦。看来等一下要先把有钻装的打掉了呢。换我。好，我去做一下我的稿子。嗯，我觉得要转个弯。哇，我的稿子也快爆了。没关系，我做一个新的。你真的很快，太忙了。你预言家哎、欸！我看了他的那个耐久度，嗯，差不多了。好了，有铁。哇，这边引力也太高了吧！你们挖，我继续挖。要锁进来了，要锁进来了！边界这边引力太高了吧？我要去地表附近了。有他走、哦，这里边界不行哦。喵、啊，快点哦！有，走。谁挖的？眼妖高到不行哎、欸！眼压嘞！我走另外一边，你走另外一边，隔壁、哦、真的耶！这边。好。超夸张的，刚刚一整个挖得很开心，有没有完全没注意到？啊、哎呦，好，中心是337多少？就是我们刚刚那边要负218，二一八。因为我们刚刚是跑来另外一个地方，对。现在外面是不是晚上啊？是，对吧？应该有嘎嘎声。那我们只好往那个啦，负二一八那边挖，是这里吗？这边吧。喵他们挖挖通了，好像错边了。对，喵他们挖错边了。应该是这边。完蛋了，我们这个装备跟他们拼应该。他们一直在挖矿啊！我没有想到，到后面居然。这么的浓，我以为一下就结束了。我也以为一下就结束了。哦，这边感觉是要挖到地表了。其实我们要到中心嘞。那我们干脆往下好了，看能不能挖到一点东西。哦，这边有洞。挑战啊！没放到。嗯，我没有放，没放到。你可以帮我放吗？没有，我来放就好。我被僵尸困住了。
欸，你被壁咚了，你好受欢迎哦。壁咚了，苦力怕，苦力怕，举盾。好，举了。哦，哦，这里是直接通到外面呢。哦，只有一个洞这样到外面。哦，哦，好棒。嗯。嗯，为什么要堵起来？我想说，僵尸，对吧？好，那个边界直线一直在收进来，三七二一八，这边不是三七耶？害怕极了！哦哦哦，六五，我们这应该五分钟后还好，五分钟后就白天了吧？嗯，哇，可是还没烧哎！你们身上有铁没烧的铁吗？没有，没有，没有，铁都免烧，你忘记了？啊，对哈。太久没挖到了，赶快挖！哎、欸，为什么我觉得那边边界一直在压过来啊？是我的错觉吗？不是你的错觉，他真的在压。不行哎、欸，反省我们的。另一个方向，要往另一个方向挖哦，边界一直在压啊的方向。刚刚我刚刚看到那个边界已经要过来了，奇怪，这一场我们怎么刚前面玩的好轻松哦，现在怎么有一种好恐怖的感觉？我一定得出来了，对不起。哇啊哇啊啊啊啊啊啊跑到树上！你快炸！快炸！快炸！你炸！要炸！快炸！哎呦！我这这这！哎，等下我死了，这样子我可以帮你们看了。你要看什么？巧克力在树上，巧克力在树上。不是的，你也停下了，我要死！巧克力往你的边走，你后面，你后面的巧克力。知道了，我会哭哭的。白希，你活好哦。迪苏在地底了。迪苏在地底，然后巧克力在树上。他吸吸东西，我刚刚也没什么东西。哎、我们是被怪物灭掉了。铁剑僵尸啦！这里也太恐怖了。哦，他在那个海底，海底。对对对，他在海底。哇，这有哇，一个沉思哎，好开心、哦、啊！沉思哎，好多只哦，好多只。一二三四五六，六只哎。好多、哦，好，他们俩要赛船了。哦，赛船赛起来，坐上去，我坐上去。他没有坐。其实他就把他去坐别人后面的船后面就好了。他想吧，我觉得他。啊！把他打跳了。哇！血量剩半滴。嗯。他想要靠僵尸，很难。鱼骨小子喵哈，你挖最多，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挖到，真的，我们什么都没有挖到，太惨了，太多怪了吧？你们的怪好多，我们是被怪灭团的。你知道我都躲在树那边，那边偷看你们，然后看到嘣嘣嘣。笑死！然后看到团团在树上，我就想说：“哦，机会来了，从树上突袭啊！”怎么你也没了？哎、欸，你永远赶不上哎、欸！快杀！可恶！然后他们说：“繁星在下面，快要不行了。欸”哎啊！哎、欸，没了。是不是这场也没玩到？对啊，没有游戏体验呢、欸嗯。我要杀了迪苏。啊，难过！哎、欸，那时候我们各剩一个人，然后你们三个，迪苏还想打我，没有，我是在跟你嗨。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完全不理你吗？因为你后面有一个头颅，你没拿。哦，是哦。对，只是我游过你那里，只是为了捡头颅而已。捡了满满的头颅啊！我天，好玩。好玩，这个边界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边界，跳舞的边界，收收收收呢？哦，哪有？厉害了，很好玩。上课说啊，
哔哔哔，上厕所的铃声响，厕所铃声。现在是 Siri， 限高限低，凋零开始了。哎，我刚刚我们还在那边赌说，哎、欸，巧克力跟那个繁星他们谁会赢？我就说，我觉得应该是繁星他们哦。哇，绿队三个人都满血呢。啊，巧克力没装备，应该是金牙绿队会赢啊。输了，我们挖不到、啊，没有东西挖，挖不到东西，对啊，难过了。赌科学面，这是今天宵夜了。我帮谁撞到科学面了？哎呦，卡住了，卡住了！想进来会小卡一下，等一下顺啊。嘎嘎嘎嘎嘎嘎！他说做了很多的头颅，所以会很卡。最近最近发生的就十二月五号啊。啊？你说我也觉得应该是，我也觉得是啦。嗯，我刚刚被打住了，打一两滴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白花面进来会累个，会累个，会累个。对啊，等一下。好，好了，先吃口鸡酥压压惊啊！考验电脑啊！我已经算到直接死亡我已经了。转个向又卡了，等一下要还在死亡哎、欸，要一直转向、啊、某个角度会再卡一下。哦，某个角度对，要一直转向。我以为你是飘在考卷上。哎、欸，我好了，我好了。所以我们待会会看到红色的东西吗？三百又卡了。360360360，不希望，应该啦，他会接受。十二月，圣诞节好吗？对不对？是圣诞节，没错。圣诞吗？有雪吗？那是圣诞。哎，对啊，有雪，搞不好两个人 AC， 完蛋了，是不是又是一样的地图？并且有请西瓜工会协助，因为盔甲站很多，所以会卡。五分钟会传到中央。哦传送后一分钟可以好好回原位哦，不能乱传哦。嗯之后会回原位哦。然后呢，西瓜空投太好了，666666，有这个我觉得是最大 buff 之一，没问题，就站在西瓜上可能会回血。哦，太重了。冰砖也是啊，我觉得冰砖也不错啊。冰砖好像本来就有是加速吧，我记得是啊，你很队友啊，站在冰砖上就有队友。哎呀，那 Bobo 是什么史莱姆方块吗？站上去就会恶心了，站上去就恶心，听起来很没用。我要做陷阱啊！做陷阱啊！不要这样说自己，你其实很有用的。没有，我很没用。啊、对，没错，就是你。你可以那别人去踩，再把他围起来，他就一直吐，一吐，一吐。太可怜，没资格讲我，你开心哦。酱油没资格讲我。不是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方方应该是会，应该可以一直吃哦，很快乐哎。你说呕吐物哦？没有，不要，好恐怖。刚刚不在聊呕吐吗？是这种奇怪的东西，酱油。那个波波方块跟酱油方块是不能放一起的。放一起会有可怕事情发生。就来了，地图会爆炸。这场可以比较久，20分钟后才缩圈，好不好？好。然后呢，每2分钟都会有空投，你们就可以好好的玩啦。玩空投，就来随机分队。随机啊！哎，耶！我已经看到我躺着看他们打架的节奏了。哇塞，这样就变成是打绿队，打绿队就对了。不对，不对，没有，没给你反对。我们直接选择死亡。你说的妙话会把我推出去，你先打他，先打他，不要打我。分开，拜拜。能跟乔薇说，房间太少啦，房间不够用啊。不够用，够用啊！忘记跟绿队说，我已经被剧透了啊！剧透完什么？就是这张地图，已经知道里面大概有什么东西了。哦，还好，我们有哈基在。刚忘记跟绿队说，如果波波要帮你报位的话，记得先问清楚，是他以他的角度还是以你的角度？哦，他们刚这样，你们刚这样报的哦。刚刚波波说。Oh.那个左边有铁矿，然后其实在巧克力的右边。啊，不对，我看是左边啊。对啊，他自己看他自己的角度的左边。啊，这是白宫吗？哦，
那、啊、这个等一下你会不会涉及到政治啊？这如果牵扯到那种很敏感的，什么大选之类的，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不知道，猜测。反正先观察看看。距离传送时间哦，还有设定传送时间。嗯，好长。这样。困呐，困呐，耶！绿宝石，困啊靠！我想说，我怎么可能按到工作台出来？吓到我！证明，被卡，铁巨人呢？打他！有铁。好，我打了、哦。好的。啊，白痴哦！我吃到巧克力了。巧克力、啊、在哪里？对，在哪里？他在村庄这个这边，看到我就跑回去了。我先做个斧头。嗯。压压惊，挂了，我投了，挂了。里面是电子音。没有啊。电子音吗？啊。没有。嗯。所以是其实我这边出问题，好、哦，有可能哦。巧事哎，哇哦！你找到这是谁的容器？这是什么哥？镶金黑曜石玻璃。哦，空投线这么快啊！刚好连有这个事件多一个空投。你说掉下来很快吗？还是掉下来很快？对啊。哦、我有巧刺了，成功！哈哈。你无限攻，你有剑石吗？没有，我有。好，我一根，一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苹果里面要插一个剑石。哎、欸，这是他们刚刚丢了空投吗？我开的，我开的。哦，巧克力刚刚在哪里啊？他往那边走了。哦，拿一点食物，食物。不、哎、用，白痴哦。没有铁巨人啊，得到我。那边发亮，那边发亮。哦，发亮发亮。红队。哦他们应该是踩到冰砖了。他有力量加发亮的效果。哦，是控制感。没有绿宝石剑，可恶。哎、欸，那边是红队，红队是巧克力，他们又发光了，来嘲讽我们，找他们吗？是不是该上去打一波了？这么快的吗？这样我们就可以提早参观东西了，好像不错哦。有空投了。好、啊，哦，鸡直接掉下来，好危险哦！鸡很低的空间。对啊，嗯，啊，牛身怪蛋皮革，我有皮革了，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做皮革帽了。哦，皮革帽不够，皮革帽不够，它只有三个而已。Model 海雅库来了，来了，来了！海雅库，嗨酱油，嗨呀，嗨酱油。我还在追哦，酱油，我还在追哦。我在屁股后面。飞呀、啊！如果同队伤害我，我怕、哦。对，我不敢射太靠近。导游，你飞得起来吗？导游爆了！他有攻，他有强力的给你。有见识，我们已经看到里面的东西了、欸。啊！快跑，快跑！哦，可以看了，好。哎呦，穿之装，不可以拿，不拿得起来吗？啊！哦，十二月空投，博物馆，盔甲架展示框，皆无法下装。回顾哎、欸，哦，这之前他们拆渣他们的那个了。哇塞，那 building game 的 building game 的东西，哦。
那这是什么？是啊，这没有玩过，就没有回忆啊。啊，面包超人。看，该不会有盖的东西吧？靠腰，这我有印象。靠北，等一下。哦，好怀念哦，小雨啊！哎、欸，最棒的这个24届，你在哪里？二楼、一楼？在这是几楼啊？在他们有二是好像是二楼，对，二楼，嗯，三楼，三楼的部分。小雨的那个吗？我看到小雨是巧克力那个哦，红色葡萄、哦，回来了，回来了。好好，拿正装，拿正装，拿正装。他说不是拿不下来吗？拿不下来吗？对啊，我记得他刚刚说是那盔，就是盔甲座拿不下来，拿不下来，可恶，拿不起来，脚下把它挖掉，应该是浮空的。哎，我们下次不应该要用那个钻石砖来盖东西，有没有？看有没有铁钟之类的。哈基耶，还有我，靠背，几股白痴。哦，这是进化石。进化师啊，靠北啊，秋风那个啊 ，Chicken Attack 哦啊哦，这是什么？哦、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在点头？哦哦哦！我想进去啊、哦，等一下，怎么进去？可以吗？挖开，挖开！What the fuck？ 等下，这样没问题吗？哎哎哎，黄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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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这里是空的。他说还没盖完啊，他有说部分未来将会什么之类的补上。哦吼！风头。就红头喽！哦，我躲海亚库，我躲海亚库，哦，治疗药水、幸运药水、附魔书。哎、哦，你们有没有钻石啊？再两颗钻石，我就可以做附魔台了。我没有，没有。有僵尸？我拿着巧克力头了。那个是不失礼貌的猫啊。欸，他有一些箱子是可以拿的耶，拿到一堆金耶，生猪肉哦。欸，苦力啊，哦，好好好，找看看有没有箱子，箱子箱子，哦，对面有团团了，快跑快跑快跑，小箱子在追你哦。好，我跑了，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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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石。他们也来了、欸，他酱油怎么复活了？嗯，对、啊，对，把他，他们没盾，好，我们也没盾，我们有箭矢，等下谁？他们要过来吗？僵尸应该在脚底下，他下去了。记等一下哦，做个食物啊！等一下，哦、他们剑矢没拿耶。你说那治疗剑吗？那治疗剑我刚刚开到一半的。哦，他走力量剑哎，收起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会破坏平衡的东西？嗯，有空投可以丢了。钻石出头，走口气，走口气，走口气。水晶空投，牛排，苹果，硬啊！哦，铁镐，耐久 ，TNT 矿车，十个铁，很好 ，C 的，可以做装啊，太好了。啊，多个鞋子，哦。给月月啊！穿
给月月啊。我穿。好，你穿。你刚刚铁没有，有没有 多的可以做盾牌？他有铁力。铁力我都弄掉了。哦，没有了。可以伪装巧克力。哎，注意哦。来发信给你。你要混进去里面，然后打架打到一半，谁是谁？我要个衣服吧。要一个胸甲什么的。对。能出去了。他好像不在这边了，好像往地下走。对啊。然后往地下走，哎。他那成就是做什么、啊？就是有些是我们的彩蛋啊。哦。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又是我？靠背。你被那个闷死不是？雷神。哦，是各个雷神是不是？哦，被树夹死的。我刚在聊这个。啊。被树夹死。那个雷神。还有个小雨也是被夹死过，不是吗？哎，啊，哦，空投，那很有心的时候，观众才记得说的东西耶，烂透了，真的哎。哦，怎么了？我刚刚喝了一个牛奶，然后夜市不见了。哦，是我哦，哦。既然喝了，那我就尽量喝吧。我现在有很多控制啊。装成酱油。啊，这是什么东西？铁针靠背。哎呦！收集7颗召唤宝石，绿宝石神龙。这是什么、啊？哪一个？你跟墩墩在玻璃前面，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我记得有一件是他们是用床躺着躲剑士之类的，刚好可以躲过剑士，对对对对。他们其实根本就没进来玩欸，没进来看。他们只是进来看一下就走掉了。地下室吗？地下室，哇、哦、哇，修炼场大。这里还没有做东西，那就是下半砖、哦，乖。我觉得我们这站在中间，他们搞不好也不是没会没认出来，是我们，好不好？如果不动的话，哎，安娜绿宝石用，可恶，能挖吗？不行吧。Hi Chocolate 阿静，哦，这 OU 啊的那个啦，每一个。白痴、欸！可以挖，其实它是可以挖的，可以挖的耶。哎、欸，我们设定那个回血，你有没有扣血？没有，那没有，那算了。这么低的层数没办法设定回血吧？哦，哇，挖掘加速跟一般跑加速，强力攻，强力，好，跑步加速。等下可以追击的时候就很好用。欸、他好像都是一个人是一区的、欸，哎，这一区是我的故事。哦，对，哦，你有看过西瓜长痘痘吗？那是什么东西？我已经忘记了。哦，我知道了，就是你那时候一开始被说那个很像，长得像西瓜。啊、你有拍个影片 啊？你上面你有说是西瓜长痘痘吗？对吧、啊？你自己讲的，你有看过西瓜长那么多痘痘的吗？哦、好像是我讲。哎、欸，看我盖的，这边这边这边这个这个，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白痴哦、喔。那个，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没有电脑也可以玩踩地雷，你去搜寻这个 ，Google 搜寻这个，有点地狱梗，是超地狱的哦。哦，啊，歪的。你干嘛？你想干嘛？
哇，难怪不知道用那么多头颅。裤子，邪恶的东西。勇者不穿裤子。弓，强力二的弓，就是穿。强力二谁啊？哎、欸，我也是强力二。刚刚不是有铁针吗？我记得附近啊，你那个，你刚刚不是挖铁针那个？啊，对，那个铁针，哈记、啊、上面那个铁针，对，上面那个铁针，他会敲敲敲敲敲，我弓拿在身上啊。走，在哪里？楼上，楼上楼上楼下了，我记得是楼上。这是巧克力的故事啊！你的那边，对。哎，墙上的头颅这边好哦，红石口袋的。哦，不是那是机器人哦，机器人的。对啊，你那时候的地图。繁星的碎片没需要，那个断线过后，小繁小心。铁针在哪里？在对面吗？我的天，对面是空的啊！这是二楼啦，在一楼吗？对，还在上面一楼，三楼。可恶，拿不下来啊！可恶，想拿你的头颅说，哎、欸，那站着我得回避。不行，雷神那边吗？哎呦呀！嗯，楼上是 building gun 呢、欸。嘿、欸，睡在楼下二楼喽。喵喵。二楼一楼？忘了，在这。一楼的对面，这边吧，一楼啊，这里，这有，看到一楼，几针，来给你，你说我直接合上去 是？直接合强力三，哦，好，你有勾经验值吗？我这里还有，没有空的，没有强力，哎呦有看到，刚有强力二，我丢给你啊，有两把强力二啊。有，哇！强力，节制，锄头效率修补之一，这样是修补，这样是无限，不要修补，无限吧？对啊，当然是无限啊！哦，冰砖，无限强力三。哦，烂透了，挖不起来，挖不起来，遇水。谁还没有鞋子？我。小心，这里。好。鞋子。不笑。你再往后推一个。好。哇，哈基有翘刺了，哈基。耶、yeah. ！来给你。耶、yeah. ！哎呦！哇，刚我那个是这个是二十四届的事情哦，好久了哦。二十四届多久啊？一年多了吧？我进来了，哎，他们了，看到了，去二楼，跑掉了，出去了，跑出去了啊！我一起看吗？对呀、啊，去窗户看他们。他们进来了。空投，给我空投哈，等一下哈。好。效果，哦，我加速效果。冲啊！我死了、啊！冲啊！哦，你好痛哦！巧克力在你后面，阿纪。冲啊！
我好胖，你要出来。我看一下哦。那个对，鱼儿往前绕，绕去巧克力旁边，哈基旁边，帮他支援，帮他支援。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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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好，巧好。哎、巧克力，巧克力来喽，巧克力来喽。好。啊，不行，飞不起来。哦，巧克力中毒，巧克力中毒，巧克力中毒。因为嘞，看不到啊，他捡起来了，捡到弓了是不是，他捡到了，他捡到了。啊！哇哇哇！哎呀！哇哇哇！哇！哦！鱼儿快吃东西补。哎呦！再回去，我再回去，我再回去。哇！现在是这首歌。等一下，这里又一本，又一本，又一本。啊！哇塞！其另外一队很认真在玩欸，真的假的？对，哦，他们也太认真在玩，一般生一般的一般生存，一般 UGC， 真的，我来看那个，好好看。那哈进，你那把弓呢？应该在外户外，户外吗？还是这一把？我在户外哦。对，哈进刚死在外面转角处。金苹果旁边，你看一下这是不是这一把？你出去右转，直走下去。等一下，等一下，我看到。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下面有个金苹果，旁边有个那个弓，你看一下。啊！我把它丢出去了。没事，他们还没上来。这里 OK 好，这一把吗？你看一下，然后旁边有书可以吃。哦，看到了。对，你前面有书。哦，好多书哦。等一下。我身上有四本书啊，还有金苹果，还有金苹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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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库旁边有金苹果。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整理一下身上有点多东西。刚才打架也没辦法吃金苹果啊，对啊，我去打赢的时候要躲，就一定要先躲巧克力了，就没辦法吃。他们打炸起来了。巧克力在创造啦，他就把那个炸掉了。他是炸哪个？这是什么东西啊？红色斧头吧？是吗？对啊。哎、欸，那种破坏地图啊，还没看到啊。对啊，没看到啊。经验。OK， 好，我身上有剑士吗？有剑士。好，钻剑丢掉。OK， 好，先回个血。飞天堂。他另外一个红色斧头在炸了啦。哦，红色斧头，哎，还在炸啦！哦不，这样破坏场景不好啦！这好像是我盖的这个，小小斧头，斧头在这里，这里，这个是什么东西？忘了，哪一个啊？好。蝙蝠侠吧，对，蝙蝠侠，直接站在上面补血就好啦。我在干嘛？那是什么？带黄光的马里奥。等一下，我有两个酱油头啦，是怎么回事？啊，他死两次啊。对啊。阿金柱，很坏，真的很坏。另外一队在底下挖矿啊？对，对啊。哦，白痴哦！大鸡鸡，他们在附魔了耶！哇哦，太认真了吧！小啦，小啦，有了啦，空投啦，空投，健康。他们掉空投在地上，看起来是没有了。好，不是啊，力量剑拿了没用啊，你射只让对方有力量而已。力量剑士，你射对方只有力量没有用啊。哦，我有力量，我忘错了，我不决断了，有没有这样子啊？
力量剑齿不是让自己有力量，是让对面有力量哎。很高，不自重。这蜘蛛咬到棉花了，咬到棉花了！哎呦，哎，在室内会被打雷啊！哎呦，哎呦，才砖吧？铁锭。我什么都没有哦。如果喵哈这边有那个爆，那个爆炸的那个哦 ，explosion 应该就游戏结束，游戏结束了，直接全炸开。对啊，哇，没有峡谷啊，他们有这个东西可以补血的哦，西瓜砖哦，嗯，还是带我去找他们打。坐标，反正不用念了。等一下，我先做个胸甲。好，在白宫外面很远的地方。啊！接近边界边边了，负1800了。对，1850、1830都负的。哦，对啊，其实还行欸，以你的距离，其实就你这个出，你这个旁边这个门出去之后右转，右前方，是的呀，下面要打架还是要穿好一点？好，右前方，飘飘。嗯哦哟，右前方那对耶，对啊，对，右转走到底，我看到一个被切掉的那个转角，它的垂直下面吧，这里吗？哦，也没有没有没有，它在往前继续走，还没到1800，我看到一只羊，没看到，左边，对，继续走，看到了，继续往前走。看到羊，然后呢？再往前看，看到一只牛。你看到羊牛对不对？牛。右边是不是有一只猪？对。对，然后没有任何的那个，对。对，没有任何东西。在正下方啦，在正下方，正下方哦。对，可是边界在说，他们要准备移动了。我这里现在是圈内。停了。他们刚好贴在，我看一下哦。你在哪里？走过头了，问一下哦。他们现在还在边界墙壁边边呢。对，他们在那个边界角角的地方。哦，就是你右前方、左前方，是可以直下去啦。嗯，其实有水。对，垂直下去吗？对，这也是边界外。他们移动了，他们在往上挖了。你可以在上面堵他们。我跟你讲一下大概坐标。他们想要，我看一下哦。再挖上去的话，会在。对，因为，嗯，你对往这边直走。他会在蜂窝那边起来。蜂窝？你说前面这个蜂窝吗？对，如果差不多。没有到那边。你有没有看到右边有箱子？那边的箱子，箱子那边了，箱子那边。对，大概箱子那边。他们现在就是用那个阶梯上来。他怎么？他们挖的一下直，一下上，一下直，一下上。好烦哦！我在干嘛？在干嘛？哦，他们挖的啊，他们在找那个啦，安全点呐。那云月，你现在在？他们现在在我的下面是不是？你先不要动。你的左边。左边。对，他们在那边，会从那边起来。好，啊，怎么又挖到一个洞窟了？往下探了，干什么？你去找他们比较快的啦。其实你下面的都是实心的，你可以往下挖了。可是我没有青金石可以。我昨天我地上有没有青金石？我看看能不能附魔。我刚死掉的地方啊，可是已经离开了，消失了，对吧？消失了太久了。嗯，好吧，下去挖吧。我跟你讲在哪里。没有这里还是安全的嘛，底下嘛。没有，他们
很远。他们现在跑到那个洞窟在逛。对，他们在逛洞窟。好，我在里面等。你要的话，你就要么就直接跟着一起逛那个洞窟，说不定就遇到爱了。底下吗？他们现在装备怎么样？全身附魔铁装。附魔铁装。哦，完了，其实不好打。外面现在有点多僵尸，我还是进来好了。嗯，哎、欸，他们快挖出来了，快走出来了，快逛出来，快走出来了，快走出来了，要地表了。我前面吗？白宫的另外一道门。另外一道门？你应该走你这个门出去，这个刚那个门出去没错，这门出去。然后他在，他们已经在地表了。对，这附近的地表可以搜一下。那个白花木树林里面的，你看到有些悬空的花。哦，看到了，看到了。哎，有，出来，前面，白桦木林。有，看到了。躲在哪？要看隐月如何一打三，很难呢、欸。他们准备进门了，白宫守卫，白宫守卫。哎，喵，他走第一个，喵，他走第一个喽。拿着钻石剑，准备喽，进来喽，一二三。哎呦，哦，这个好，哇！我觉得醒的太多了，太多了，哇！他用那个蜘蛛网厉害，太多人了，没办法。哦，爆肝所有人。上去吧！啊，我死掉了吧？东西啊！我说，我觉得不行，有人在炸地图，我觉得不行。炸地图，有人把这个知名地标都炸掉了。会吗？然后我现在先问，那个绿队真的在打 UHC 对啊，你可以说玩久一点的、啊，就只剩下那个影院一个人，你们还农村怎么样？很棒啊！我刚有说，哎、欸，我们要不要上去啊？哦，没关系啊，再弄一下啦。他们很无聊哎、欸，啊，没关系啊，我玉髓快弄好了哦，好吧。全套魔装两个玉髓起来了。看你们这么认真，我们很惭愧，因为我们一直在观光。我们在观光，我们全部看完了。你们现在可以好好看了，都看完了。有熟悉建筑，有熟悉建筑。对，没有啊，红红的。那个圣诞帽哎，没了、啊，你都不挂、啊、掉了。刚刚圣诞帽。那这是那个鬼啊，好笑啊！你们要早点看到啊，你抓着油来，这边有。没有，这个啦，那个红色斧头这边啦，这个啦。西瓜的由来，西瓜的由来，切创造看吧。西瓜的由来，切创造看。西瓜的由来，西瓜的由来，没有啦，这里的哪里呀、啊？这里啊，我们都已经背下来了，我们看了老半天了。西瓜画哎，为什么这样？这里这个啦，这个啦，这个啦，红色斧头被敲掉一半啦、啊，这个啦，圣诞帽，帽子被戴帽子，帽子圣诞帽不见了，不是不是在他那时候，哎、欸，他那时候应该是砍西瓜不是吗？错了，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酱油，他到底干了什么？不要了，酱油盖的，酱油盖在楼下啊，酱油是另一边的啊，楼下又好看的啊，楼下哪里啊？就斧头的下面，斧头的下面。哦，来了哦，对啊，这边也不错啦，这里也不错，这边也不错啊，这边的风景也很棒，一概不认真，很棒啊，很棒啊，超棒的，不要拍这个东西，不要拍这个东西，一概不认真，一概不认真，要看那个繁星盖的踩地雷，我刚刚看到这个哇，很还原，还原呢。好猛啊！完美还原啊！没办法，那时候接到巧克力的那个答案的题目，哎，巧克力八强。啊，我们这个绿队可以好好的，终于可以参观了，终于可以好好看一下。嗯，然后刚刚我以为可以看，嗯，看的差不多，原来还有更多，哎呀，还更多，更多，看的
看看看爆了这里。看来、啊、我们之后也可以再来一些建筑大赛，这样才可以有呕吐系列了，不然这里都没有。我有点不太舒服。奇怪，这为什么会盖菱形啊？想不起来。来一个，十三届的。这个是当时在好久了，在新大陆的。我总觉得好像有看过，但不记得了。他自己盖了。对啊，菱形，当时在新大陆改，这是武秋风比中指是不是？对，我感觉有点高、啊。对啊，小雨，小雨今天有来啊，小雨，为什么变秋风？头发被拔掉嘞？是吗？一拳超人，他的题目是什么？小雨超好笑。有一拳超人吗？啊，这个我想起来，这是长发公主。对啊，长发公主的啊，这个是长发公主。长发公主哪一个？这个、啊、那个是迪士尼的公主的建筑地。你这个记忆力很好，我都忘记了。我玩过的我才记得，我有玩过，我也都快忘光了，你知道吗？那他有过自己的旋风才记得吗？我、哦、看到啦，那酱油盖的这里啦，这里酱油盖这个啦，对对对。你盖什么啦？这到底是什么？这什么东西？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我不记得了。还落地有鱼竿的头，有点类似吃东西。嗯类似吃东西，然后就盖成这个样子，莫名其妙。变三头了啦！就是那个吧，神奇宝贝吧。我是谁、啊？三头巧克力。我大问号。哦，这是哎、欸，这是哈基盖的那个哦，那个闹鬼的那个撞鬼的事情。撞鬼的，好像是、哦、好像里面其中一个的样子。灯，哇，我盖的。它上面写你盖的，是你啊，是你盖的、啊，某一届撞鬼，你反正自己盖的。可是这个应该是巧克力出的题目，我记得。嗯，应该是。哦，对对对对对，看起来撞鬼的那一届。哇，反正你盖的这个鸡好棒哦、啊。那个啊，我看。等一下，这个好宽哦。那个很宽、欸。这个。那个阿静吗？没有啊，嗯，最经典的、啊，超坏，你好坏哦！我记得那时候是说什么分一些肉给减肥那个吧，减肥的答案题啊，第五届，好久哦，太关键了，完美盖啊！我如果改一点颜色，其实也可以变成波波啊，不对耶，还蛮像的，对不对？你是说这个绿的吗？这个绿白啊，绿啊。你就不要你老了之后变成这样子，只要把上面的那个弄掉，是不是？哦 ，biu biu， 为什么我觉得上面很像蜜蜂的那个头啊？哦，我是盖成小的全绿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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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全绿，哇哇，说说你的感想。我就胖这样，我就胖怎样？我就瓦斯桶这样，人家都为什么是瓦斯桶？可是你要这样，多一圈了，啊，游泳圈。还是你要这样，这正面嘛。出来啦！这样变成那个了啦，宝宝里面那个吸尘器了啦，白痴哦、喔！哎呦，这个眼睛啊，这眼睛太黑了。看直接看这些东西，你要去猜题目，好难猜哦、喔。你们会有万能的观众，你们他会帮你找到任何全部的解答，在你的影片底下，你回去看那一届就可以看出来了。这团团盖，你说旁边那个、喔，我帮你盖个头，巧克力。这个鸡鸡是那个啦，什么偏方的吧？我想起来了，就是啊，这边这个，讲偏方就懂了，就懂了。OK， 了解。这样子把这个打掉，很像蚊子哎、欸，像蚊子的、欸，不知道为什么。哦，小雨那个不是长发公主，是什么如何省水哦？
然后没头发就可以神水，这样。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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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头发就可以神水。哎妈，这这是他们猜的人说是美闪闪，不是我哈，是他们猜的人猜的。我好像记得那个。对啊，猜的人猜闪闪的。是考我们两三年前的，考我们好久以前。记者休息，辛苦啦，休息。太强大了，厉害厉害，回忆真的回忆满满。休息，这是圣诞吗？没有，再看一次。那个，我的地图在哪里？不是我地图啦，我的作品。边不是，这里这个嘛，那时候是盖什么飞天岛了嘛？啊，那时候金华还在啊。那、啊、这个的话是，那时候在玩见面一的时候啊，那时候在前线，然后往回冲的时候，他说一个附魔的冲过来，然后我说那个是我啦，这个那个嘿。那这个的话是也是玩歼灭吧，然后汪汪是。堵两格高，然后我说我要退的时候，汪汪挡住我的嘛，应该记得吧？你应该这些都在小短剧里面有啦。那这个的话是当那个王国之战的时候，我是直接被那个在准备的时候直接被推到仙人掌那边去。那这个的话是那时候玩什么空岛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那时候在前线，然后刚刚把我直接路给断了嘛。啊，这个是当时在新大陆，那时候就是在研究那个萤火，当时1.7的时候的萤火，还是1.9，后来就是在研究的时候不小心复制了一个 bug， 我那时候觉得我好屌，我竟然找到这个东西，虽然盔甲架没什么东西，对啊，就这样子，好啦，感谢各位收看啦，哪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好。好啦，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下次见咯，拜拜。没笑不要不要不要没笑啊，重新开场好了。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大家晚安，拜拜。